家旧式度假汤本源直逼五星级饭店。还能被美景环绕，这是都市人梦寐以求的度假生活。但度假哪能说走就走？宜兰的礁溪汤本源温泉宅却能实现你的梦想。雪山隧道开通后，宜兰变成了台北人的后花园。汤本源地处万平礁溪公园第一排，比一旁的长荣凤凰酒店更能饱览南洋平原绝佳美景。周边临近礁溪转运站，不管是自驾或是搭乘交通工具，都能轻松抵达汤本源。汤本源不仅顶楼设有大众汤屋、桑拿和发呆亭等152全户数，不管是冷热水，打开水龙头就是温泉，随时泡美人汤，让肌肤又咪咪。浴室内还贴心准备电视，就连泡汤也不怕无聊。汤本源比照五星级饭店，搭配的都是最高级的石材建筑，搭配完善石材卫浴设施也不马虎哦。迎宾大厅找来台艺大艺术家宋喜德设计，采用土耳其进口高级石材打造一整面石墙，气势非凡。公用设施更是一应俱全。楼高挑高4.2米，采用落地窗，让阳光可以洒进屋内。拥有汤本源就像拥有私人度假饭店，一卡在手，做自己的主人。